竟然可以转换成深渊机体，可是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普尔达，月空超变战神失去理智暴走了，赶快拦住他！知道。终极武器，醒醒，月空超变战神，醒来！月空超变战神，不要被愤怒控制你的意志，赶快摆脱深渊形态。我知道你能做到的，平心郁郁，形神归一，慢慢。深渊月空超变战神啊！这也太厉害了，这下该怎么办？看来只有走这一步了。混沌暴君，邪恶合体。完全失控，希望月空超变战神尽快觉醒。你们的正义就是这样子的吗？月空超变战神，快解除深渊形态，现在的你们还无法完全驾驭这份力量，一旦失控，你们的域将会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。深渊月空超变战神，你现在就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。Thank you.
别急，我一会儿慢慢招呼你们。快想想办法吧，帮帮月空超变战神吧。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变形联盟会被消灭的。没用，没有人可以救得了变形联盟，也没有人可以救你们这些渺小的人类。这是什么？迈向光明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月空超变战神，我们超进化合体，变形联盟光能进化。什么？又是那个人类小孩在搞鬼？混沌暴君，投降吧！尔达，机会来了。嗯，我们协助他们一臂之力，就有我们的新必杀技。来吧，巨能扣杀！黑暗永远战胜不了光明，邪恶终究败于正义。超星四元斩！光能勇者的力量消灭所有的时空错产群，你们将被永远流放到这些不复存在的空间中。你要做什么？高兴又可以与大家并肩作战，是光能勇者。光能勇者，感谢你的再次相助。我本来就是宇宙文明的守卫者，阻止一切邪恶入侵是我的责任。有你守卫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就100%安全了。我不是属于这个时空的，不能长时间留在这里。你们的世界还得你们好好爱惜与守护。当然，在有需要的时候我还是会出现的。变形联盟，你们是蓝星人的骄傲，好好利用基因石的力量。我要走了，后会有期。谢谢你，光能勇者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幸好光能勇者要离开，不然以后海城这小子就成了我们的祖先了。